这么想被丢掉，这么想被丢掉是不是？嗯，啊，掉了。太近猫呢？这只猫不见了。跑去哪了？猫呢？在哪？猫呢？啊，怎么在这里面？好吧，先给你躲着，没事，你慢慢来。在哪里？你戴帽在哪？他刚才躲在窗帘里面，我怎么找？干嘛？你干嘛去闻那边？装没事是不是啊？怎么尿在人家的猫砂里呀？啊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啊，你自己不是有猫砂？哎，做错事啊，躲起来。干嘛？想进去找人是不是啊？想要看小猫是不是？你可不可以一直靠？
应该叫他们出来看。他这表情还好，好不好？他前几天才发过。对。他感觉很害怕吗？就是你的代替品。我们的 YouTube 快要10万订阅了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，谢谢。